姐妹淘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桃子。狗年即将来临了，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旺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爱狗人士都觉得狗这样的一个图腾其实是蛮可爱的，而且又是旺旺，然后又是很有福气。然后呢这个有人说狗来富，狗来富，那希望呢我们的2018年呢能够让大家呢都赚饱饱吃饱饱，然后还瘦瘦的。完全没有，因为我的老公有计划，所以我就不能有计划，因为他在拍戏，然后甚至是第一次可能我们全家也没办法一起吃年夜饭。过年期间就是希望度一个非常颓废的年假，就是不用梳洗，也不用化妆，然后穿着睡衣，饱食终日追剧，然后跟小孩打电动，然后骂小孩说为什么刚吃完零食都不收，然后再继续吃零食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李人。这个新的一年又快到了表示说旧的一年快走了，希望大家可以抛去旧的一年比较一些不好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想法，然后能够用快乐正面的心能够去迎接新的一年。这一点就是比较对不起家人跟老婆的事情，因为我可能要在我在一月多的时候，我应该会就要开始拍戏，然后听说连农历年都没办法放假，所以我现在还在准备时间吧，看看寒假有没有办法抽个几天能够带小孩，能够带家人出去走走。也祝大家狗年行大运耶！